今日份的青菜又来了呢。我们先往远处看一下，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？我发现它外面的叶子现在长得更开一些了，而且小里面的新的这种小的叶芽儿也长大了很多。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呢。好，里面还挺湿润的，看，又有新的叶芽长出来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